性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公布者品牌服饰冠名赞助播出的公布者网络课程班，我是本期主讲单教练。那么上期当中吧，我们讲到的是双节棍的五花变相当中的逆风漏，这期啊我们讲一个由逆风漏演变而成的正四连花。我们正的风漏，体侧的正风漏对应的是逆的四连花，咱们逆的风漏呢对应的是正的四连花。那么这一节课就讲这个正四连花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，欢迎您关注屏幕下方的公布者官方微信平台，也可以加入我们屏幕下方的公布者互动群进行讨论互动。同时呢，也可以有更多的视频在我们的公布者官方网站当中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本期的教学呢，现在开始。首先啊，我为大家做一遍正的四连花的示范。这是正的四连花，正的四连花呢由咱们逆的方漏组合而成。咱们上一课当中呢讲到了一个逆的方漏啊，这是咱们上一课讲逆方漏，它体前呢做的是正八字，正八字咱们变到正八字专棍当中呢，就是正八字专棍啊，正八字的专棍。同时呢体侧我们做一个啊逆向的逆的反八字组合啊，看一个啊，反八字组合，把它组合起来呢，前面啊正八字的，之后呢是反八字的啊，中间的衔接呢啊，用的手腕啊是你的逆风漏的手腕，你手腕转动呢，做的转动。都是逆风漏的啊，逆风漏的。同时呢，把这个动作开大啊，开大，在你的这个时候呢，做一个啊有幅度的甩棍啊，有幅度啊，有幅度。最后，你的手臂是这个甩啊，注意看我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做一遍慢动作，对，好，就是咱们这一期当中传达的一个理念啊，叫做一种五花，就一种转棍。你所有的转棍呢，对应的手腕都是你五花的手腕啊，你手腕的转动都是你五花的转动来带，是多加的一个平掌转棍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对这个动作能够增加练习，咱们本期到此结束，下期再见。